欢迎来到Yvonne Chua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是不是很奇怪，只有我一个人？错，今天呢，我就是要来 prank Yvonne。 耶，终于有机会 prank 哈。我之前有接过就是很多舞蹈表演啊，然后他们都需要那些 costume 啊，就是给我的舞蹈员啊他们穿去表演的，就有去到一间 costume 的店，然后给我发现到那里呢其实有那种吓人的那些恐怖的那些 costume 啊，就觉得可以用这个来吓 Yvonne，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怕鬼怪的东西啊，总之有一点点大大声啪的东西他就可以打汗了。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这个 costume 店，我会租借一套的恐怖装，然后等一下呢我就会穿上去，然后和我的同事一起去吓他。 Let's go。 回啦，我觉得那个比较好耶，香蕉人啊，香蕉人，香蕉人好笑，回啦，好吧，哇，好吃呢，他吃，哇，都要吓死了，对。这声音吓死我了，我就会吓死了。好，现在呢我就租了 costume， 这一套 Gorilla 的 costume， King Kong 的 costume， so 我不知道等下可以不可以吓到他啦，就要看我们的计划咯，现在我们要 plan 好来骗他来 office， 过程呢你们就敬请期待吧。Let's go， 现在我们就出发去 office。 刚刚呢我就打给 Yvonne， 就是确定他在 office 还是在家，所以结果是他是在家的，所以呢现在呢我们的 plan 很顺利的进行着。你在那边哦，哈，都原来这边的哎，没了，他在这边，让我们讲骗Yvonne来，本来打算讲骗Yvonne是没有人在 office， 可是Yvonne开门进来看到他，都会讲反锁嘞，现在我们就要改变了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接着就和Yvonne讲，就是我们的 office 的门被反锁了，他进不来，然后 Angel 的锁匙啊、电脑全部在里面，所以要Yvonne来。开门给他，说等下伊波来的时候呢，嘉信跟我要一起躲起来，我就会穿在这边，然后我就会从这个门这样子，啪出来吓他。我们的 office 反锁啊，然后我东西全部留在里面，好像需要你过来。现在是门在哪里？ office 的外面。office 外面，哎，我现在过来。你好，锁匙在哪里啊？锁匙在我这边，他开不到里面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想要叫你过来看看你开到没有。好，怎么这样的？不知道哎。OK。我现在过来，我连续进入，然后扭了汽车里面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待会再扣啊。OK， 现在呢，就是已经该扣Yvonne来这了。然后，啊，他电话又找不到啊，找到了找到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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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等下Yvonne会扣他的，这样我要快点换衣服哦。好，快穿来。失败，不可以失败，这次的机会不可以失败。司令，帮我拉，热啊，随便啦随便啦，拉不上去吧。OK， 好，我会通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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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OK OK。我真的吓到了。吓到了。哎呦，哭得好惨的，吓死了。Sorry 吗 ？Sorry， 不能哄你的。吓死了。这样你的影片，他吓死了。这是我的影片。耶，怎么看去啊？怎么来？原来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OK， 现在来到了尾声啦，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 plan 的计划算是成功的，对吧？成功吗？对。你个人自己讲。十。耶，拍手。虽然被镜头上不够的准备，因为他没有遇到另外一个。对，其实不用紧，因为他是第一次 prank 人，他是新手，所以他那种什么相机镜头摆位这种原谅他。反正你就是有成功一点。成功啊！骗我来，因为我 expect office 没有人。就是当时是什么？你看到这个东西？看到这个东西。太恐怖了，而且你很大声，然后我又以为没有人，然后我就会想到，然后这个又黑黑很恐怖，你还要来抱我，这个那个黑色的很热，怎么流汗了？你待着很久啊？很久啊，怎么样？帮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赞，就这样子。大家骗我了吗？我的钱呢？因为我没有钱了。你连钱都做什么？就好。他想玩这个东西很久了，他想要扮星星的时候，他每次跟我讲，我想要扮一个星星，然后我讲可以啊，你去买一个星星，然后他的这个去路上走路，看一下警察会不会抓你。好了，就这样子啦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水很热，哦，你要下去一点，下眼睛。后悔我不要了。